前两天我不小心把我的苹果3G 手机给摔坏了，屏幕破碎得很厉害。我发现 iPhoneSpecialist.com.au 在线服务给了我很便宜的维修价格和快速的维修，不仅修理破裂屏幕，而且他们还把我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屏幕按钮修复得很好。得到 iPhoneSpecialist.com.au 服务是个意外的惊喜，我要推荐给其他需要 iPhone 手机修理的朋友们，他们真的不错。